我是大鱼海棠里面的秋。Hello， 一周。欢迎。你好，哥好，哥好。欢迎。哎呀，好，下一个是一周。行，我来。来，然后我就用这个给老师们来一段。尚方宝剑。乌鸦老师的这个红缨枪也借我用一下。那个他要用的。看着你叫我乌鸦老师的份上，我很愿意。乌鸦老师。好，开始了。哇、wow ，专业的，哦，厉害！我自转身，好事。换枪！哇哦！哇！非常帅啊！厉害厉害！有它真正的价值了。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和欢欣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，美丽的地方。开心花前飞，就算有一万公里，一顿行李，我们不放弃，前进需要勇气，一直往前飞。最重要开心。Yeah！可以自告奋勇给大家做一个鱼丸粗面。哇，他参与了很多的工作。哦、欢迎青池老师。欢迎老师好，我是秋。我们的秋，我们的秋，你看多有感情。下面条，做一个鱼丸粗面，我就做川味版的鱼丸粗面。你是四川人啊？啊，重庆的，重庆的，重庆的，可以。重庆啥品牌的？我就会这一句。不太会说是吗？不太会说，小时候会说，大就忘了。你长到几岁就没在重庆住了？我11岁嘛，就上军医了。就自己做一个辣椒油啊，自己做辣椒油，对，我就是一个油辣子，就自己做点儿，得用热油淋上去，热油淋上去。下一个是罗一舟哈，我们。你饿不饿呀？嗯，来，我给你做饭吃哈。好。到罗一舟我吗？流泪流汗不流血，掉皮掉肉不掉队，那强忍强忍，哎，强忍可以。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有感觉。嗯啊，这种强忍非常有感觉。这个词儿只能往对、啊、只能往，我们可以换个别的词儿也行。愤怒行不行？愤怒，你们不要再打了吧，我来那个啊。住手！你们不要再践踏了。住手！住手！你们不要再践踏了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有能量，有一种北电考场的意思。好，二号，我是二号，你画的是我这个就是哇，哪吒生出来了。就是他不是闹海吗？他已经学会本领，然后刚从那个。地面上飞行起来了，这是那个风火轮，风火轮，这是他的那个红缨枪，这是他的发型，特别好。不是，你要连着上边的故事说，你就连着故事。人出生了吗？哪吒出生了，出生了之后呢，学习武艺，现在出师了已经、哎，然后本领练成，飞起来了。对，我这是一声晴天霹雳，然后石猴从石头缝里蹦，已经错了，紧箍咒都有了，紧箍咒还没有嘞。对，细节部分。不行，他都还没有遇到唐僧呢。这我得具象化的让哎当场擦是不是、啊、没有魔童降世吧驾魔童降世答对老沈5.5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
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。这幅呢是咱们团队的《择天记》的总导演画的。谢谢老师，我超喜欢这种少年小将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张先生。因为罗一舟老师很喜欢跳舞，所以我画了一个会跳舞的小王子。好有想象力啊！